往中间看哦。这样子，对，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然后左边。然后右边。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后面的粉丝要打招呼吗？哇！左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再回到右边，好哦，是好棒的一首歌。然后刚刚你们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梦幻哦。有没有什么就是心路历程啊，还有在录制的时候的故事，想要跟大家分享呢？那在他讲之前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啊。对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 48TTP。我是品涵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诗雅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雨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杰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娜潘姿怡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雨林娜姿咪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雅恩面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柔柔柔。我是周佳宇阿潘。阿潘，雷吉。大家好，我是显迪奇小迪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小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杰明阿 K。大家好，我是真实鱼喵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。大家好，我是藤井麻友。听到你们看到你们整个表演，我觉得实在是很精彩，内心里面很澎湃。谢谢。所以我很想要就是询问你们，对，我刚刚问你们的问题。 对，好，就是因为这首歌的话是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嘛，因为以往可能是比较活力啊活泼的感觉，然后这次的风格是比较唯美优美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在舞蹈还有表情呈现上，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。然后还有唱歌的部分，前面主歌是比较低音，但是副歌又比较偏高音，还有一点点转音。像是我跟诗雅进录音室的时候，就是前面低音的部分有一个字一直录不到那个对很低的音，然后我们就重复录了好多次这样。哇，但是你们刚诠释的非常好，谢谢，他们真的是好努力。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 MV 啊？其实那个地方风很大，对，团员们。每一个都这么瘦，我们都快被吹走了。你不会，你不会，有人飞走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只知道那里有风力发电厂，但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那里的风有这么大。所以我们那天出去的时候，发现风真的超大，大家都一直尖叫，一直尖叫。对，而且一直。我们弄好妆法之后一出去就吹乱了，所以大家很辛苦，要刘海着，留着刘海，对，所以还蛮辛苦的。而且有几个成员就是真的比较瘦，站好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差点被吹走，所以还蛮危险。再加上我的工作人员也是就是女性居多，所以还蛮危险的。现场感觉非常非常的热闹。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因为风真的超大，再加上我的双马尾，所以就会一直乱飞，然后乱打，然后我自己是被吹到完全看不到路，这样子就是完全遮住在这里。然后回去之后才发现，工作人员跟我讲说，他被各种马尾、双马尾都全部都被打过，真的很痛。他的脸是一直被扫这样。对，真的辛苦工作人员，真的辛苦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成功的团队背后都会有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努力的制作团队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 AKB48 Team TP 是我们陈子红老师还有我们冠福老师捧在手掌心的宝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欢迎我们的大家长陈子红老师来为我们帮大家打打气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
好讲话的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哈。不知不觉我们就过了一年了，然后现在已经迈入第二年。那这一年呢，看着他们成长，看着他们努力，然后看着他们进步，其实我们都觉得很欣慰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年来粉丝们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一直都看到你们给我们非常多很好的建议，然后只要我们做得好的地方，你们都非常的大方不吝啬的给我们赞美。昨天晚上 MV 上线之后，看到底下的留言，真的蛮感动的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很辛苦的走到这边，一年多以来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，那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也会越来越好。这几个月经过两三个月吧的甄选，二期生已经选出来八位，是的，是的，然后会学姐们也很高兴的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成长，这就是我们 AKB48 的精神，祝你们越来越好，然后大家一起努力，也最重要的是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们谢谢子红老师。那接下来三二一，然后看看我们的左边，三二一，再看看我们的右边，三二一，谢谢我们的子红。把甄选地区横跨了亚洲，招揽各地区有才华、有梦想、有上进心的女团员，跟大家打声招呼，请自我介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宫廷刘佳，今年23岁，请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叫翁同勋翁翁，今年22岁，请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绮慧，今年21岁，请多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子竹，竹竹，我今年20岁，请多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林婷丽，请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家安，安安，今年16岁，请多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婉玲，今年15岁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佳宁，今年14岁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出现，让我们看一下左边，他们呢是能够跟粉丝一起成长和面对面的偶像哦。不但透过唱歌训练之外，还有接受舞蹈还有戏剧各领域的练习，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全方位的艺人。然后我们现在往右边看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二期生。